大家好呀，我们开始吃晚饭了。你还有多少写完？还有91章了。今天晚上我做咖喱鸡肉给你吃，要不吃？我没做过啊。没做过，没事嘛，试试。嗨，大家好呀，好久不见，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饭，有咖喱土豆鸡，还有青菜炒肝子，还有一个紫菜蛋汤。不行，你先尝尝蛋汤。对，这有鸡肉，感觉好像干了一点。确实，我记得我原来做了一次，你也觉得不好吃，我也觉得不好吃。今天的味道如何？特别香，吃一口吧。感觉今天做的菜我们吃不完，太多了。其实就一个这个咖喱土豆鸡，现在就够我们两个吃。但是你说要吃芹菜炒肝子，我又炒了一个。因为好久都没吃芹菜呀。嗯，对吧？嗯，我感觉有好几个月没吃芹菜了。这个芹菜炒肝子这样简单一炒还挺好吃的。你一直吃没吃？我都没炒过。我给你分点汤吧。不要。一点点汤，这我喝不完。快点，就一丢丢就行了。OK 了，就是。我就用这个锅喝算了。也是哈，你还多洗一个碗，多洗一个碗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酒窝欢欢，现在我们在吃晚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彤彤。今天晚上我们炒的菜太多了，你吃饱了吗？还没有。你要吃第三碗饭了？好吧，我感觉这个我不是特别喜欢吃，但我特别喜欢。
鲜还剩这么多，来，你把它端厨房吧。今天，哎呀，今天你吃的多，你洗碗吧。哦。要把碗洗干净啊。嗯。你看你又长胖了。吃完饭要运动。嗯。你怎么不看镜头呢？啊？嗯。干嘛不看镜头？你今天不想洗碗吗？啊？是不是？洗，我洗好再洗。太撑了，走不动。撑了肚子走不动啊？嗯。所以不能坐在那里。所以。那你慢慢洗吧。我根本就不能坐。那你洗碗，我去休息吧。哦。好了，我真的去休息了。我觉得晚上不想洗碗啊。嗯。啊？你咋又拍？我看你洗碗洗得认真，我就想拍一下。好啊。